梅香最近来做读经，好朋友早安快乐。这段时间是咱慈天必胜公为您所提供的节目，咱新闻林之声调频广播网89.3做着播出。有需要服务，免客气，慈天必胜公的服务电话5916045，外观区的道歉，咱加05感恩。现场开放一线电话5966449。啊，咱会当为咱服务啦吼。啊，咱今日拢嘛是现场，所以有啥物需要甲梅香指导的，也是讲有啥物灵验的过境哦，要甲梅香分享的，我们都非常欢迎啦吼。现场开放这线电话，咱拢会当甲利用啦吼。那慈天必胜公的服务电话，咱买当利用。啊，就要参加吼。啊，咱春季晚会有的拢会使那报名啦吼。我一项就是讲，咱的太岁阿公吼，嘛真人用，真济人用伊吼报名要甲咱斗乐观啦吼。啊，乐捐吼，慈悲啦吼。啊，咱的是菩萨啦吼，咱的活佛嘛是吼，咱有真济道亲的吼啊，咧甲咱斗烧经啦吼。那么感恩吼。啊，咱家人乱乱的谢师兄啦吼，两夫妻真的对咱慈天必胜公，还是对咱的宫内吼啊，在所有诸佛菩萨心性吼，一再讲是东多东修东学啦，包括咱吼屏东的啦吼，到底呢啊洪哥啦吼，这种大家拢做好呀，每一间宫地拢有咱足济好朋友，你敢没想？噶慈天必胜公哦，啊，这心情来收听，然后真的非常感恩，然后啊，长老就师兄讲，啊，恁除了太岁阿公要皇冠，啊，个济公外父要皇冠，啊，个有多一尊要皇冠，讲祝西娘嘛，祝西娘娘嘛大尊诶，迄尊啊够奇妙，所以这神拢无皇冠，然后祝西娘娘嘛会使冠，哦，过来就是啥，咱诶鸳鸯夫，啊，咱有去二楼。你若有看到咱的这个啥，看到咱的东华帝君，咱的王母娘娘有人管啊，吼，东华帝君无人管，就是因为我无讲要皇冠，所以无人知影讲迄阵无人管。其实即马才开始，有人在问啦，啊，你东华帝君有人认捐无？讲啊未，同款一个名额10000块，偷偷来，金书看班啦吼，金书看班。东华帝君，你有西洋帽，就对一定要有东华帝君，然后啊，所以直接给咱报告了哈，没有关系。我定讲的金书看班，哈、哦，金书看班的意思就是讲，你若有这经费要给咱斗三工，啊，就慢慢啊来，我也没有很急啦，慢慢啊来，哈、哦，啊，就将安呢，哈、哦，所有的这些乐观呢，哦，咱就给提来做建设啦，哈、哦。过来就是讲吼，啊，咱的39靠天尊已经圆满啦，拢无名额啊吼，完全无名额。即卖名额就是当太子元帅，啊，加咱的项梁神师、济公活佛，吼，啊，即卖就是祝生娘嘛，嘛是会使，吼。过来就是咱的这个木工东华天夫啦吼，东华天夫，吼，啊，咱金书看班道道啊来，吼，我没有急着。讲叫大家吼爱管还是安怎？反正我即马甲你讲明，有咱有即几尊会使吼认捐啦哈，认捐啊，我们慢慢来吼、哦，不用太急，紧事看办，好好处理就好。吼、哦、啊，从这来做经费，吼、哦、来建设慈天必胜宫啦吼、哦，就这样子啦吼。除了感恩以外，嘛是同款感恩啦吼、哦，那。今麦来听一段《济公活佛》。千万冰心
现在听一段《济公话佛》，佛佛呢吼，因为十六一天透早拄到一挂问题吼，啊，要讲起来讲有惊无险啦吼，啊，心也是上天慈悲的恩典，但是没想呢吼，也、啊、是非常非常的错愕跟感恩啦吼，啊，所以咱要讲什么代志吼？啊无迄个话讲，安尼话过就过。但是我们不是把它拿这个事情来当作烦恼，是要把这个代志感觉讲，神机显赫，我也很感恩。吼、哦，啊，这公师父过来给我安慰，给我出这篇文，我感觉袂歹。那袂歹就是爱讲给大家听。吼、哦，师父呢，他怎么说呢？一头一句话。一讲啊，一句话，吼、哦，一讲廉者，廉就清廉啦，吼、哦，人就是廉，廉者为政之道，你要便利，吼、哦，这个万民百姓爱乐意无求，吼、哦，这句我都深啊呢，吼、哦，但是只讲我有那种廉，廉者为政。就是讲，你咧换德政啊，你咧换的是啥？这根姜要正唔正，是伫你姜主甲主持啦。你若主持甲姜骗你，伊就骗你啊；姜主若甲骗你，伊嘛骗你啊。所以到这吼、哦，咱唔是姜姜姜苗苗，唔是未兴，是换的人足重要的。所以伊讲吼，廉者为政。廉者为政之道，免我便利这万民百姓，你要乐于无求啦，你要乐于无求，你心爱有那个无求的心啦。所以每生呢，唔捌咧求啥，我拢是求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、吼、哦、众生平安。众生就包括我厝内底个囡仔，就包括我六亲眷属，包括所有兄弟姊妹，包括这道亲。这拢是众生，所以甲你讲啥？伊讲人爱兵役，吼、哦，唔通贪著。你要平易，吼、哦，爱孝民，吼、哦，唔通定定，吼、哦，用一挂有诶无诶，或者借口，吼、
你的借口，哈、哦，会让人家感到不安呐、啊。你可比讲咱这嘛，哈、哦，啊，都讲诶，啊，都咧建设，大家拢有看到嘛，有看到讲诶，这嘛咧建设，哈、哦，啊，政府要要求诶，这工课爱该配合无好，所以我才会讲，甲这金尊，哈、哦，啊，麻烦咱诶孙兄弟，哈、哦。甲咱斗关一下，咱就甲提遮来做经费，吼、哦。所以咱定讲，贪者上忧不足时啦。咱也是一个贪心的人啊，你搁安怎济啦，你嘛感觉无够啦，吼、哦。但是咱唔是一个贪者，吼、哦。贪者上忧不足，所以不管是伫咧想尽办法，吼、哦，伫咧断头壳，要怎叫人捐钱，要怎叫人乐观。吼、哦，冥想唔是这种人啦，吼、哦。所以咱讲平易，吼、哦，咱人爱平易，孝民，孝者众生，吼、哦，以正为道啦，以正气为道理啦。讲人人为正不谋利，口开乐民不论钱啦。嘴若开，就要论这个金钱的多甲少，吼、哦。这冥想第二三十年来。恁伫个电台，恁嘛捌看过讲我伫遐咧哀讲哦，恁爱来甲我创啥，爱来甲我创啥，唔捌啦。只是讲即嘛，吼、哦，拄到有这个工课爱做，吼、哦，所以讲才会甲咱的师兄师姐讲，吼、哦，金尊，吼、哦，予大家加减啊，吼、哦，到乐捐，嘛等于减轻着供主甲冥想的这个压力啦，吼、哦。安尼，所以咱定讲，嘴若开，吼、哦。唔是咧讲着爱来论金钱，而且爱讲哦，虾米人来甲咱捐偌济，一定爱甲咱捐偌济，唔是安尼。大家若有迄个能力，吼、哦，啊，就一万，吼、哦，安尼。啊，若无你要甲做自由乐捐，就三千、五千都嘛会使。吼、哦，所以这公司伊拄则有甲咱安尼讲啊，廉、清廉、廉者为政之道，要便利民风，爱乐于无求。乐于无求啦，吼、哦！人者为政不谋利，嘴开乐民不论钱啦。就像李老师讲的一句话，讲谈道不谈钱啦，吼、哦！谈道不谈钱。啊，既然谈道不谈钱，但是有时啊，咱定讲无钱阁未成事，无钱阁无法度做。吼、哦，这唔是讲谈道不谈钱，是啥物时阵需要？吼、哦，啊，众生来收听安尼意思啦，吼、哦。所以咱定讲，上顶正应殊有力啦，反恭自省，智慧明。自己做对了还是做错了？爱反恭自省啦，吼、哦，爱反恭自省，智慧自然就会清，智慧自然都会明啦。要知自省心无为啦，吼、哦，爱知影自省心无违背道德良知，无违背天地人理。贪食天地对原因啦、啊，你若是贪食，天地所有的神佛拢会甲你对查你的原因为倒来啦，吼、哦，唔知影自重甲自爱，多数失败的原因啦、啊，所以甲你讲利害之间在自己啦，害人者食亦自害啦，吼、哦，这就是讲害人者食以自害，嘛害你家己，所以讲优胜劣败得当存，切莫含用。圆满，切莫含用啊！好、哦，那要切磋，切磋的意思就是要去跟人家切磋涵养。你要圆满这个德，你一定要有法度去含用。精神专注，百事成；根心而达，得自在。这欠方向，方向啦、啊，吼、哦，用心去。这风就是意思讲，咱节俭的风气啊，就等于用咱家己的心气同款，滋养健壮人心呐、啊。人是命运，心为主啦、啊。操纵命途看得准，操纵你的命运呐、啊，你嘛爱看会准。哦，人的命运是心为主啦、啊，居家宜从，就是讲居家宜从。吼、哦，俭习劳，余财之道多不思了吼、哦。咱若厝内底宜家，就是咧讲居家，
吼、哦、勤俭，吼、哦、啊个骨力，咱自然都存出来一寡钱啦。啊，存出来这些钱，你就会当伫这个吼、哦、当中去多做淡薄布施甲善事啦。好、哦，这是济公老师，哈、哦、啊，昨天讲给我的啦，吼、哦。所以吼、哦，伊讲吼天显道贵，先来讲天显道贵。咱的道是真尊贵啦，天显这个道是真尊贵，人爱用心去行啦。名胜真传新世代，叫咱爱把这所有的吼、哦、敬天畏地尊宗贤啦，天地人色行相关，天地灭人一瞬间，顶天立地好修行啦，高道心行更畅明，何不效法？必穿现今世俗离卦前呐、啊，这讲师傅安尼讲啦，讲高深道讲蛮好啦。现今世俗的离卦伫个行情啦，伊讲叫咱要有宽快心胸，吼、哦、敬天爱畏地，吼、哦、爱尊这个宗贤，我搞圣贤先进，天地人识人呢，拢爱我都吼、哦，天地人都要学习啦，要安怎做？好，这跟咱人的有关联啦，所以甲咱讲吼，是非无分，吼、哦、是非无分，照所为，任其情欲来牵缠，任其这个情欲来牵定啦。人之本来良善心呢，既失主宰，事不明。失去你的主宰，你事都未明啊啦。伊讲循环报应，恶来正。唔通无所心来搞啦，感染污垢为作业，伤天害理一心济啦，利益分心入歧途，做事必积善而长啦，心思万变意不定，耐心不坚亦诱惑。好、哦，咱讲耐心若无坚定，容易被诱惑啦吼。咱即卖人拢心猿意马，纵千里，欲动难收心，吼、哦。咱讲欲动难收，吼、哦、啊，就是咱这凡人的心啦，吼、哦，凡人的心。这是济公老师给我们的，也是一种教训啦，吼、哦，教训。感恩啊，济公活佛啦，吼、哦。来，此人必生讲的电话是591605，现场嘛是有一支电话59664499。好、哦，啊，若要卡梅香的电话，梅香的电话是0926938045，0926938045啦，吼、哦，这就是梅香的电话。咱今物要来开讲的啦，吼、哦。开讲啥呢？讲咱互骗，吼、哦？为什么咱会互骗？吼、哦？是讲捧场的骗，还是好朋友来甲咱骗？还是咱讲无熟无识的人来甲咱骗？啊，人甲咱骗，啊，咱吼、哦，同款钱拢回回去予人的时阵，吼、哦，你感觉咱家己那敢那想讲有智慧，想讲好，这敢那想
伊安尼甲咱讲，甲安尼咱应该讲来改做看卖，反正有影。吼、哦，这就是咧讲啥？你不是没有智慧，你是有一点贪心啦、啊、吼、哦。所以讲吼、哦，看有迄种免流汗诶吼，人钱就上来甲乱投诶吼。即、哦、马用网络骗钱的人非常多，你骗了我，我仍然相信你。吼、哦，安尼呢？即种诶人，讲伊真正有智慧也无智慧，嘛、哦、是。要讲有，也要讲无，吼、哦、啊！我为你捧场，啊！你甲我捧场一下啦！我最近咧做这样工课，吼、哦、啊！我这样工课都吼啊，都什么人甲我牵入来吼、哦？我感觉未歹，吼、哦、我未歹，所以我甲你分享，吼、哦、啊！平平人朋友都甲我讲这会赚，因为我分享给你，啊！你再过去分享给别人，安尼话啦，啊！这种就叫做啥？那牵狗啊，安尼。就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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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啊！啊，这就是咱有时咱家己嘛唔对的所在，吼、哦，咱无法度讲真正去了解是真是假。哦、啊，今麦个个时代就是啥？今麦反圣婴的时代，佮这样就是啥？吼、哦，大家国家呐愈大，啊，就愈搞恐吓，互相的恐吓来恐吓去啊！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，今麦这个通货膨胀了后。一个所谓什么盘、什么盘，拢停起来，吼、哦！伊唔是完全拢消失去哦，伊就是无法度，因为第一，美国也好，中国大陆也好，伊禁止外汇，钱无要用汇出来就对啦。因为钱无要用汇出来，即个钱就冻结，会冻结掉咧。你像有个人讲比特币、吼、哦、维卡币，这唔是正经拢袂使，伊就是按了同款组织了有。就是袂当汇钱，吼、哦，这嘛是一个，这嘛是一个吼，爱冻结的，甲咱冻的，冻的，所以讲无法度去处理着这个啦，吼、哦。所以有时咱会感觉讲，啊，咱是甲朋友捧场啦，吼、哦，朋友叫咱讲袂歹啦，吼、哦，伊讲那像伊的心肝嘛是希望咱趁钱啦，要讲起来嘛唔是歹朋友，伊是嘛要希望互咱趁钱。啊，咱嘛要希望互咱的朋友趁钱，啊，咱的朋友嘛要阁希望互因的朋友趁钱，所以就安尼一直连结落呀。所以我们会这样想，啊，那咱到底是巧还是戆？然后赚到钱的人讲巧，大家拢使面露的，吼、哦。啊，那阿未赚到钱的人就讲戆，有无？较早有一段，有赚的大家都使溜的，吼、哦，乒乒叫大家都使溜的，但一个后壁买的只。无啥赚到的遮，你就会感觉是失。但是头前面的遐，伊无感觉失啊，伊感觉伊赚啊。吼、哦，这就是咧讲，我们常常去批评什么叫做对，什么叫做不好，是你是笨还是傻？吼、哦，常常会批评自己，谁来帮助你？吼、哦，这一辈子谁是你的贵人？所以帮他百次不记恩啊，半次没帮就记恨的人也很多了齁。所以说这是叫做啥，咱不用讲这叫做消人。但是呢懂得感恩才有一切啦。不要忘了扶你一把的人。做人嘛少一点套路，多一点真诚。人实在的骗你的人就齁、哦、会少了。齁、哦、你有用了找你的人就多了。你没用了，远离你的人就多了，连朋友都做不成了啦、哦、这就是叫做现实，这个世间就叫做现实。世上有两样东西不要直视，一就是太阳，二是人心。眼睛，你眼睛一直给看相机头，一直给看看看，你会感觉怎么黑暗面、哦、不能直视，就是不能一直看的，就是什么第一人叫做日头，你一直给看会翻，咱目睭会翻乌去安尼，吼，因为迄日头伤过头猛，未使。第二项就是咱人的心，别去试探别人的心呐、啊，会让他让你失望。好、哦，有些事知道了就好，不必多说。属性嘛是安尼，有时阵呐吼，时机好的时阵，你感觉钱足容易赚；时机歹的时阵，你会感觉钱足歹赚。好、哦、啊，这个时机的这个吼、哦，乱来乱去的钱呐、啊，都敢那水那么涌于这边来，那么涌于那边去，吼、哦、啊，到底是有偌悲哀，到底有偌可怜，正经的都足悲哀，流离失所的都足可怜。
好，那我们要去讲说这个社会到底是对还是不对，现在的科技文明到这种程度，到底我们是有没有办法长治久安，生活在这个地球村，这较重要啦，这较重要。资料如果谈到有，上无生命敢老嘞。我定讲啊，车歹嘛无要紧，吼啊歹就歹啊，但是命甲咱留咧，吼、哦，这就是予咱上大诶福报啊。咱讲有命就有钱啦，只要你身体还阁健康，啊要爱钱，要爱车拢有啊。今日听讲连生命无甲咱留咧，安就较悲哀啦，吼、哦。所以梅香定咧讲吼，坎坎坷坷学皮鞋啦，吼、哦，坎坎坷坷想要背想啦。真真假假，像要信相啦；甜言蜜语，像要骗相啦。许下的诺言，谁兑现了谁啦？啊，痴情一片，谁伤害了谁啦？如今的社会是谁懂谁啦？什么人把什么人，真的不知道谁是谁的谁。好、哦，所以你在你需要的时候，谁会出现？谁会关心你啦？这才是叫做真心的朋友。这才叫做你的谁啦，那就叫做你的相。今天连你的困难都没人要跟你关心，没人一通电话跟你关怀，那这样就我们做人失败了、哦啊、所以说不要去听花言巧语、哦、要看真正的行动，说得好永远不如做得好，说了好不如做了好啦，只会说不做也不好，事实就是安尼，爱会讲，搁会做，喏、哦，啊，若未讲未做，这嘛无啥意义啦，吼、哦，所以，我还是非常感恩呐、啊，感恩什么？感恩这个世上，吼、哦，让我，吼、哦，哦，懂了一些些啦，吼、哦，懂了一些些，我懂什么？我现在懂什么叫做？经书看斑、哦、所以经书看斑就是说一句真心话让人温暖，一句无情话让人心寒，一句嘲笑话让人愤怒，一句鼓励的话让人安心、啊哦、语言是最具杀伤力的，语言、啊哦、语言是最具杀伤力的，让人痛得撕心裂肺、哦、给你刺激到让你撕心裂肺、哦、是怎么说心肝疼疼破，吼，让人瞬间就能崩溃的，就是语言，吼、哦，语言呐、啊，不管与谁相处，都要谨慎，吼、哦，谨言慎行，别说伤人的话，别害怕，吼、哦，别讲害人的说了，哈、哦，不要用这种事，也许你无心为之。但是别人有意而听了哈，付出去的回报总是成反比呀、啊，所以说等待与失恋、啊、一直在延续，说了很多却没有人理你呀、啊，等了很久却没有人回头了哈，嘴巴就是用来吃饭的，不是用来乱说话的，语言是用来交流的，不是用来伤人的，不管对谁啦、啊，都不要标。都不要飙出那种狠狠的话，你如果把这个话飙得太狠的话，你的朋友就变成你的敌人了，就变成说你的朋友你就变成你的敌人了，往往狠话一出口覆水难收了，用水快落地难收回了，会悔恨一生，伤疤之所以会疼是没办法彻底抚平才会疼啊！表面装着没心没肺，哦，其实曾经是掏心掏肺的人呐、啊哦。不管有多愤怒，不管因为发生了什么事，都不要恶语相向。好、哦，话出口，哦、就即入耳，一入耳便入心呐、啊。好话别人记不住，恶语伤人六月寒呐、啊。心上留的就是人生的，哦啊，人常咧讲毁言毁语啦，你挺得住吗？哦，少不了羡慕嫉妒，哦，你必须要去从容看待，少不了诋毁谩骂，你也都要乐观，你还是要乐观啦，哈、哦，少不了讥讽嘲笑，你也要加油啦，哈、哦，啊，所以人咧讲哦，一代高精，哈、
我们的圣云法师，总是咱人呢，这个九十七岁实在是高寿嘛，高龄啦，哈、哦，我们应该是用祝福的去祝福，哈、哦，啊，以这世人啦，哈、哦，创立了佛光山，我觉得啦，哈、哦，该做的也做完了啦，哈、哦，啊，所以说，好的高僧大德啦，很多啦，哈、哦，啊，不好的也很多啦，啊，都有啦，好、哦。啊，所以讲，不管宗宗庙庙安怎啦，我的感觉也是人嘛，总是要自己守规律一点呐。好、哦，后壁肉体下步了后，人是甲你赞叹，也是甲你诽谤，也是讲人甲咱配水暖，是拢是咱家己选择的啦。你讲是不是呢？揭谛波罗揭谛，
沙坡河，很好听哈。都在咱大台中吼啊，咱的啊，谢师啦吼，师兄，你讲你像师姐哦，你未比星云法师较无出名啦，你嘛真出名。我唔是爱出名啦，吼、哦，人伊个算世界吼，干那这哦，所谓信众吼啊，加咱。对佛光山呢，我、哦、有够济啦吼！我们道教还真的需要努力啦，加油啦！哎呀，好、哦、按加几个啊吼，精英吼、哦、出来讲道，加几个精英出来讲课安尼吼，还要讲起。这现在礼拜三，今天礼拜三嘛吼、哦，那就礼拜六有讲课，礼拜六有共修，礼拜六讲的课会比较。深入我们的齁、哦、灵性本身的那一种在提升齁、哦、在提升的入去展。齁、哦、咱人不是讲灵修会跳舞就好，灵修会在那转挂就好。灵修必须要提升到你的身心灵齁、哦、跟你本身，你要去把那个量子跟量场你能够去了解什么叫做灵性的提升。好，啊，咱要讲灵性的提升，好，你要一步一脚印啦，好，一步一脚印。没先无规定讲，你唔是我的学生，你都袂使来上课。我无规定讲，啊，你是白金宫的宫生，还是讲你是白金宫的宫主，还是啥？好，啊，你有想要来参与，好，没先上课，我也很欢迎。吼，因为这种的共修，就是咱老母娘说的。伊讲要让这灵仔囝有一个足基本的智慧，伊才会修到偏去。吼，你偏去一个家庭棒嘞，事业棒嘞，安尼迄种的灵修，就等于耽误咱家己啊。吼，去山头领尾安尼三五天安尼嘛唔对嘞。咱人总是要有一个家庭责任，无嘛，咱嘛要过是大人，无嘛要有囡仔爱教。哦、所以说修行你要分两部分、啊、事业婚姻你都要顾得好，出来你有嫁出来的时间，你要出来修也就要你的心智要有定啦，心智如果没定，你跟我说你修有，我就感觉怀疑啦、哦、所以说我们这个礼拜六的共修也是六点半开课啦，到九点半要、哦、跟你说一下啦、哦啊，这个礼拜日呢，较青草，吼、哦，咱伫个家人也是台北，吼、哦、啊，玄龙宫也是啥，应该是吧？还是我讲唔对，我唔知道，我未记哩啊！吼、哦、啊，咱凤珍师姐，吼、哦、啊，今日晋江吼啊，拢有等来吼，加梅香来伫遐咧开讲的，即个道亲啦吼。伊讲，阮迄个礼拜就是咱2月12，吼、哦，就是国历啦，国历。2月12这天礼拜日，吼、哦、礼拜日，今拜二啦，吼今拜二我看唔到，今天礼拜二，吼、哦、啊礼拜天，吼、哦、有五台游览车，啊过来吼，个、哦、有这个吼、哦、两广醒狮团，啊个有武桥啦吼，啊呀个有迄、那个吼、哦、百家将，吼、哦、迄、那个家将秀，吼、哦、所以足闹热的啦，吼、哦、算真闹热啦。好，礼拜天迄一天，因10:30会到诸天毕生宫啦吼，我们也非常欢迎啦吼，啊欢迎在吼啊来进香的底下道场前线啦吼，啊甲供主主持啦吼，啊甲咱诸天毕生宫的连线，吼、啊，迄是精会都要来啊啦，啊是算讲瘟疫的关系，所以预约足济间，吼拢无拢无法度，因为吼即、這个。疫情还没控制下来、啊、所以说、这两年前、要说去年就预约要来、啊、所以变成说改日了、哦、改到我们国历的2月12号一天、哦啊、所以说我们也欢迎然后注意台电、哦、来到慈天毕生宫、哦、好，现在要来说的是说、哦，为什么有人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、哦、就是在说我欲置身于地狱
当选难处，哈、哦，就是咧讲吼，咱讲救赎哦，即所谓地主，吼、哦，要予人开恩下罪，吼、哦，这就是咧讲华严内底面，华严经内底吼，曾经都有人问迄、那个，吼、哦，问来请教了哈，请教迄个调鸠禅师讲，像你如此开悟的禅僧，也会有烦恼吗？好、哦，意思就讲。咱在家人啦、啊，去问迄个足出名迄、那个调鸠禅师讲，像你这么牛的这种得道高僧呢吼，啊你开悟高僧，啊你有烦恼无哈？啊迄个调鸠禅师就甲讲啊，有啊。伊讲啊人会烦恼，啊恁这出家人也会烦恼啊。啊伊阁继续甲问，伊讲啊像阮这种人。吼、哦，你甲看较详细吼，调鸠禅师，你甲看较详细。像我安尼啦，我这种人会落地狱无？伊讲，伊这个吼，调鸠禅师一个就甲应啦。伊讲，啊，你会落地狱未？落地狱，你来问我。吼、哦，伊讲，系啊系啊，我无收啊。吼，但我未做啥物歹代志啦。但是你是一个开悟禅僧呢，吼，应该你是无烦恼的啊。唔像你，为什么你甲应讲你会烦恼？吼、哦，啊，那像阮这种无修的人，是不是会落地狱？这调鸠禅师讲，你袂啊，我系第一个落地狱啊。啊，迄个人怎啊？心肝底想讲，哼、嗯，那个人又问啊，啊，这是什么原因？啥禅师，你的心比我较大声落地狱，为什么？伊讲，当你到地狱来的时阵，不是有很多困难就无法解决了吗？这是何等伟大的胸怀！意思讲，我来地狱先等你啦。好、哦，我大声会落地狱。哦，因为你落地狱有拄着困境的时阵，你无人好问啊。啊，你无人好问，啊，我来遐等你。吼、哦，啊，你若有啥物困境、困难的代志，我都会甲你解答啊。这地藏王菩萨就讲。哦、这个调鸠禅师在咧讲地藏王菩萨啦，吼、哦，伊讲地藏王菩萨伊有真济咱众生无法度解决的代志，但是谁啊人伊这么大的胸怀，人伊哪会发愿？地藏王菩萨谁哪会发愿？发愿讲地狱未空誓不成佛，众生度尽方证菩提。佛说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啊，所以讲我比你更大先入地狱啊，人。地藏王菩萨都安尼讲啊，哟！啊，你这尊敬我这个调鸠，我哪有可能我无比你较大声落地噶？我一定大声底下落地噶等你啊！好、哦，所以我不入地噶，谁入地噶？因此呢，咱学道的人、学佛的人是一个任务哦，不只是为自己解脱痛苦而已哦，也不是说寻求快乐哇，来出家外好啊，来吼。来上经还是创啥？来帮助人，帮助一切众生脱离苦难，哎，咱冇得到快乐啊！在现世消欲知足，减少烦恼的痛苦，所以就是爱修行戒定慧的道法啊，得证涅槃啊！啊，这拢是在消，吼、哦，这拢是用这有时候啦，为了自己要离苦得乐所要达到的目的，吼、哦，会达到这样的目的，你要进一步拿出积极的精神。来为社会服务，教导社会，度化社会，为社会广大的人群谋福利，使广大的人群都走上离苦得乐的境界。那学佛的人能够这样做，那么不但学佛的目的达到了，这也是学佛的任务完成。好、哦，就讲学佛的人，为着讲我要来得淡薄功果。吼、哦，我要来离开这娑婆世界，上无我有一挂功德，所以我爱学习戒定慧的道法。吼、哦，咱才有得证这个涅槃。但是要离苦得乐，你就爱先做一挂好代志，来度化众生、度化众生、教导众生、社会服务，积极度化的精神，为社会广大的人群谋福利。安尼你才有得离，人离苦得乐啊！你上路尾才有得离苦得乐。我听听讲有道理嘞吼，吼像今麦讲，哎呦梅香师姐，你今麦咧讲道理用听，啊你为着要得啥？我讲无嘞哦，我无为着要得啥呢？我嘛甲阮母娘安尼讲啊，
讲某娘，你也感觉我这支嘴还阁会用呢吼，啊，你讲还阁会使，哦，啊，我都八点啊下播，我一个我都阁来啊咧，我都赶快要过来做这个工课，吼，哦，我未想讲吼，立刻跌落就好啊，我不会这样讲。也许我们要度的还没有度完呢，啊，也许我要做的功课还没有做完呢，啊，也许我还没有到圆满的地步啊，但是我的肉身已经老了啊。哦，我肉身已经老了，我的头脑也没有那么好了。那个时候，我这个肉体就要跟下步掉啊。肉体下步掉了后，唔只我都阁换一个新的体来啊，敢不是安尼？我的想法是安尼哦。好，哦，因为你爱了解哦，你不计较寒暑，哈，哦，朝夕勤修悟了，哈，哦，事业无不成，哈，哦，前人种树，后人乘凉嘛。好，哦，所以咱表讲俗语咧讲啊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人类都是自私的，哈，哦，人之所以辛劳努力的工作，也都是为了自己的生活跟享受啊，不离自我上狂，对吧？很少人辛勤的耕耘是为别人呐，啊，哈，哦，唯有修行人，哈，哦，伊才会安尼啦，用你的福来报施予别人，用你捌的来报施予别人啦。所以讲，从前有一个做官的官人，哦，落乡去巡视，看到一个白发苍苍的老翁，弯着腰正在底下咧种植迄个松树的幼苗。啊，伊就甲问啊，迄做官的人就甲讲：啊，你这老人、老大人啊，吼，哦，啊，你伫遮咧种这是咧种啥物啊？伊讲我种这青啊树啊，啊种青啊树，吼，哦，啊你遮老啊，啊你搁伫遮种青啊树是？是你敢看会到这青啊树，吼，哦，啊，活到偌水，你敢看会到？伊甲迄个人言讲，我年纪未少啊，我种这幼苗，吼，哦，不是为了我自己要乘凉啊，对不？我今麦个种种的，后壁老人去管理，人啊在热的时阵，因都有人去坐遐，互乘凉啊。啊，我无晓得不要紧啊，我只种啊，我不一定要享受到，吼，哦，这树啊大长啊。啊，迄，那个官煞怎啊？听到这老大人安尼讲呢，哇，伊心肝底真感动了。伊讲做官嘛是爱关切百姓啊。可是老人家足温和跟坚决的讲，人不可以光为自己打算，因为每一样的事都是要为了。以后前人种树，后人乘凉，哦，我并不希望讲我看到遐树苗真紧就大汉，我晓得对，哦，所以伊的讲法安尼是对的，前人种树，后人乘凉，哦，你也知道吗？一棵松树，哦，要长大，还不三五年呀，哦，无遐简单啦，哦，会当红米粮啊，唔那三五年啦，我全部爱十外年啦，所以我们就看到说，啊，我的种植我就亲像咧饲囝同款啦，囝饲大汉后壁呐，佫甲因传孙，对不？啊，孙咱看会到无？咱无一点看会到啊。但是我们知道他有在传宗接代就好啊。这做官人听了后呢，有所悟呢。伊讲你讲了真好，老大人你有读册无？伊讲无啊，我无读册咧。啊，你唔是学者，为什么你的想法会这样空阔呢啦？伊讲你卖甲我笑啦，今日是因为你甲我问，我才甲你应这个啦，吼，哦。啊，其实我啥物拢唔捌啦，但是我捌听过吼，幸福的开始过啦，吼，哦。所以讲爱甲这个恩惠布施了世间啦，凡事不应该为了家己啦。所以我今日伫这路边咧种这树啊，嘛唔是因为你种哦，阮啥物人啦，这就是公共场所，我都甲种树啊。啊，拜托人去修良，安就好啊。后面的人有去乘到凉就好，哦。那一项不是前人的遗物吗？前人种树，那我们就要给那个有树啊卡，哦。为了要感念前人之恩，所以我应该爱好发前人，所以我好发头前的人种树啊，所以我继续搁种。哦，一般的人付出了一分耕耘，就希望有一分收获。但是这个老大人，伊确实唔是安尼想。伊讲养鹅能防老吗？伊讲不一定。好，哦，鸡骨能防鸡吗？嘛不一定。也做一撮，伊也甲你做大水，哇，一挂仓库拢甲你捞了了。
啊，你讲我有积一寡，我有积谷要防饥，啊，毋过拄着上天，甲你落，甲你落大雨，规个物件甲你淹了了，安尼你嘛无通食啊。啊，这防而不胜防啊！啊，你讲养儿能防老吗？讲不一定啊。有时啊，囡仔比咱较大道嘛有啊。有时啊，囡仔不好嘛有啊。咱袂用安尼想啊。所以父母费了多少心血养育儿女，哈、哦，花了多少金钱供子女读书，望子成龙。啊，有望子成龙啊，真好啦。有望女成凤的嘛，真好啦。但是希望子女将来有成就。好、哦，若子女不孝。做父母必然哈、哦、会痛心呐、啊，但是男女之间哈、哦、也是哈、哦、彼此啊，哈、哦、所以讲对方相同的回报，哈、哦、所以咱唔免讲去怨恨对方啦，哈、哦、这就是讲人呢，像咱菩萨讲诶，讲人菩萨以无上正等正觉之法，应该不着相布施。不着相布施，就是要六根清净，离开色相生，好、哦，离开色声香味触法，这个叫做定相，嘛就是讲施者忘施嘛，受者忘受。施的人爱袂记得你施啥好人啦，受的人嘛爱感恩啦，并且爱忘所施之物，像这样的施，好、哦、叫做施空、受空、悟空，叫做三轮体空啦。三轮体空，佛来讲，为什么菩萨应该不住相布施呢？因为着相布施是极为优相，众能祸福啦，并不长远呐。哦，若不着相布施，能够三轮体空，你哪我都三轮体空就无相可无相可住嘛。像这样无相无住相的福，其福德就不可思量。像东方虚空。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虚空，四维上下虚空，那么无边无际，不可思量。这《金刚经》内底就安尼讲啊，《金刚经》内底安尼讲，讲菩萨依法不应无所住嘛，行于布施，所谓不住于布施，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，须菩提，哈、哦，菩提应如是布施。不住一相何以故？若菩萨不住相布施，其福德不可思量。须菩提，以意云何？东方虚空，可思量，可思量无？不亚世尊须菩提，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虚空不可思量。不亚，所以讲世尊讲须菩提啊。菩萨无住相布施，福德亦复如是，是不可思量功德啊！哦、不可思量功德、哦。所以有时阵呢，吼、哦，咱伫讲道经也好，讲佛经也好啦，吼、哦，像做一件代志同款。你想要顺利成功，吼、哦，你必须要有智慧甲远见啊！你拄到突然的变故，你更加爱备有随机应变的能力啊！否则徒劳无功啊，事倍功半，浪费时间、精神及人力财力。从前印度有一个大商人，伫厝内底有个能干有为的儿子，伊继承了伊的家业，专门到处去经商营业。有一届，伊装好了很多货物，哈、哦，想要率领大众启程出发。碰巧这个时候，城中有一个商主嘛，装满了货车，准备起行。哦、一家三队行列已经够长了，再加上一队，这个队伍浩大了，很容易引起人的注意。途中呢，假使去遇到强盗，有可能啊，咱无再去对付遐强盗，这物件让抢了了，啊，让抢了了，安尼咱两队夹做伙都唔对咧，所以你。认为一对先走，一对后走。这个时候，另外这个商主的抢先攻，安尼我惊大声啊！因为你认为先走的人是比较安全，在路上你又可以吃到未经别的牲口所吃的青草，所以讲好，安尼阮这队，伊算后壁队来的啦。但是讲安尼，阮这队也大声惊，阮的牛只，只路啊，咋只脚臭呢？
吼、哦、啊，互恁达成件，恁遐用食，拢互恁食去啊，好康拢互恁得哩，安尼唔对咧，大家用姜咧，吼、哦，伊讲唔免姜啊，努力啊，努力啦，努力先行，努力先行，多注意，多去学查啦，多去学强盗抢大仙啦吼。人要有怎样，你知无？人要有量，你本来就乌买来的。吼、哦，人达成要出发嘞，你是乌马来共倒堆的，所以你换你讲有利的，互我安尼，我行从头前，你压后，结果压后的无代志嘞，从头前的就拄着啊。所以有时阵吼、哦，有时阵咱人讲，你要存好心啊，存歹心，啊是好运啊，歹运都无一定啦。吼、哦、啊，所以有时候讲这个故事也是要让我们知道呢。不是说什么有好处的都是我一个人打心啊，你都不愿意退居到后面，你一直都是在跟人家抢功，不一定你安尼对必然较好啦。所以这嘛要甲恁人讲的吼，拄到什么代志，小妞一个反射福报就来啊啦吼。来，没想跟恁讲多讲到这，直接祝大家吉祥平安，再见，拜拜。Thank you.